心咱的土地，咱的台湾，欢迎收听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。各位，咱全国的好朋友，咱的乡亲世代，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大家午后平安，午后如意，午后快乐。感谢咱全国的乡亲世代准时来收听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，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来收听，搁伫海外嘛会当透过线上的网络来听咱的节目。希望讲出基层的心声。我是主持人陈志忠，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每一天的下晡时，啊，咱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。咱做伙空中结缘，做伙来开讲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关心咱的台湾。那对拜一到拜六，每一天的下晡五点到六点，也就是现主持地中的主播这个时段，在咱的南部地区、高雄地区、台南地区以及屏东地区，麻烦你来收听主人广播电台、主人电台，这是 FM 的 96.9。FM 的 96.9 96.9 下晡时的五点到六点可以听我们的节目。那一早时11点到12点在我们的分林嘉义分家地区的好朋友，你就跟准这个嘉义之音嘉义台，嘉义台同样是 FM 的台，就论是 89.1 89 不好意思 91.3 我们的嘉义之音是 91.3，一早是11点到12点，会当来个收听咱一边一国。中昼时啊，12点到1点，伫咱的大台北地区，范围包括台北市、新北市拢包括在内。听咱的中华电台，拄啊是12点到1点，一边咧食中昼顿，一边歇中昼咧歇困用餐的时阵，若无气嫌，有那人地中空中交流开讲。中华电台，中华台是 AM 的台，1026AM 的台，1026，吼，这是中昼时12点到7点，同款7点钟。下晡时黄昏5点到6点，就是较大地中甲大家所报告。听咱的主人电台，伫南台湾，对台南到高雄、屏东，吼，一线的拢甲听主人。浙江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 FM 的96.9。暗头啊，7点到8点，台南地区地中我的故乡，听咱的詹文溪，这是咱的老牌子的民主台，89.9 FM 的89.9，吼，听咱的詹文溪。拄啊，伫即个暗顿食饱啊，一边咧休困，听咱的詹文溪 FM 的89.9。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，咱会当讲对早时到中昼下晡到暗时，一天24点钟，有那拍拼甲放下。任何一分钟袂当放弃，任何一秒钟都袂当浪费，一定爱甲即个台湾主流民意的声音、台湾主体路线的坚持、甲咱的诉求，大声甲讲出来。不只有台湾人民2350万人了解，嘛要讲予国际社会、全世界听会到。就亲像即次咱伫瑞士即个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，咱来发声，来即种的吼。为着台湾要来参与，大声甲讲出来，就算只讲即届无过关嘛，无要紧的。家己的声音，家己发，哦，这个是都重要。用这时代，你无去嫌，逐天来听咱的节目，甲地中来参加指导吼，甲本节目来支持。除了陪伴你的生活，嘛，互你有快乐的心情，希望的人生，咱也共同打拼，来创造一个有愿望，这是咱的未来。来，今仔是咱的新历2017年5月23，吼、哦，这个是礼拜二的时间。那算古历是行到这个4月28，到今仔为止，咱大家所关心陈总统、阿扁总统遭受到这个政治迫害、政治对杀，拄啊足足是3107天，3107天超过，佮加上七天，这原来是。无算短即个时间，但是到今仔为止，冤枉也未洗清，公道也未平反，真相嘛要继续宣传加油来讲，啊，才有法度完全大变。
个为民众嘛，个无了解呢，吼、哦，个到今仔日吼，为人嘛无了解，虽然遮尔明显，所以伫即个平反指导顶端，个真侪所在爱个来努力，爱个来拍拼，互相加油，互相鼓励，3107天，来今仔咱现场的节目马上甲开始进行，包括咱的新闻大消息、新闻重点，以及咱5:30以后，咱即全国个口音电话有哪甲总开放，0776180018，那可以的号码，你也当先甲抄起来吼，07761800188018。来，即卖咱先休困一下，听一个主题歌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用真时段唔通转台哦，啉一嘴茶休困一下，精彩拢伫后壁，多谢你。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来，多谢咱全国乡亲时代，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咱的节目空中进行中。首先来关心着上新的这个消息，即卖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，就是咱咧讲 WHA 哦，这个多阿里瑞士日内瓦咧来开会哦，这个开这个大会，世界性的，全世界拢咧参加。这次当然，咱台湾哦面对着真大的这个挑战，中国的这个打压啊，加强着伊的这种吼、哦、啊，会当讲力道了吼、哦，加强着伊这个打压的力道。但是咱台湾咱的政府也好，包括所有的台湾人民，万别因为安尼的失志，因为这个咱必须爱来提案，提这个案就是讲。由着咱的邦交国正式提出，邀请台湾以着观察员身份参与着世界卫生大会。经过辩论了，当然中国伊的反对，所以这个案最后无阿多控制比这个列入比这个议程，用真是大。但是伫过程当中，这个包括着咱的邦交国和这个出来发言甲咱支持，这是。有那是本来的无聊当中啦吼，因为咱家己的邦交嘛吼。但是其他你想主要的，即个世界性的国家，美国、德国、澳洲哦，即个国家的大会顶管嘛是替台湾来讲话。尤其大家所注目美国卫生部长公开发言讲，就爱和台湾来用观察员身份参与着。听众朋友，这个意义无同哦。你伫这个旧年，当然就打政党轮替吼，打交接，实在也无时间人讨论反应啦。尤其当时迄张邀请函是法罗马政府五二空情，就阿未交接予蔡英文总统嘛。
所以你依照做中华台北啦，而做也是讲因迄个秘密的备忘录内底，中国台湾省，这里中国伊即次因的代表团发落即个世界吼，各国的这大使馆的代表团呢，讲较足清楚的，讲是因为北京同意依照台湾省的身份，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所做的这种的特殊安排啦。啊，所以这就表示什么？马英九伊当时去参加是一中呢，是依照台湾省的身份咧参加着这个大会啊，夭寿啦，真正夭寿骨啦。啊，唔就好加在即届是破局也好呢，真正破局也好，无你台湾用安尼咧参加，伫中国一再咧强调，有参加比无参加较死啦，真正较死啦。经过辩论无要紧。起码全世界大家知影讲，台湾参与的重要性。中国反对，古巴反对，啊，最后主席讲啊，无抗这个议程。但是伫辩论当中，台湾的声音无全世界听到嘛？总比你来用迄个一中原则之下，台湾省的身份，人其他国家佫想讲你台湾得底也接受咧？那安尼时阵，甚物替你发言呐？所以我感觉即届安尼是对的。听众朋友，即届安尼是对的，因为你包括美国、德国、澳洲，即个大国咧发言嘛是讲，世界卫生组织无应该排除掉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卫生实体也好，来做这个参与嘛。这个机制本来就是全世界拢会当来适用啊，谁若要因为中国的反对，把伊这个变政治化，所以这个是普世价值啊，这个是医疗嘛。这个是人权，我感觉这对台湾是有加分无减分。包括咱这届部长，去年这个开大会的时阵，其中迄当时我嘛有参加到咱的这个宣达团，来到伊的会场，伫伊的楼顶的旁听嘛。这次甲台湾的媒体都禁止咱入面呢，甚至来申请这个旁听哦。伊个甲你限制讲，你即个台湾的去台湾护照袂当入面，最后经过着抗议交涉，讲开放十个名额嘛，这拢无打紧。听众朋友，哦，即、这个上场也是讲咱的部长去到遐，即处即个陈时中部长，咱来甲肯定，伊起码大声讲出来，台湾的即个卫生医疗，台湾人咧负责嘛，台湾政府咧负责，毋是亲像北京咧宣传的，由着北京咧甲咱照顾。听马介绍是台湾的医疗水准较悬，也是伊个中国较悬呐。那安尼，咱遐个台商，那伫中国破病，若要开刀，就有那贴机票付、花两支钱，倒来台湾咧看医生啦，无人要伫中国遐看啦。那讲因的医疗才有水准，啊，探老李遐。用真时代，所以对遮你就知影讲，实在台湾不应该去用排毒。去年是即个林作言部长，林部长。虽然坐伫会场，哦，坐伫会场无唔对啊，是观察员啊。但是伊上台讲五分钟，对头到尾无讲到台湾两字，嘛无讲到讲台湾需要来参与的重要性。不止做观察员，咱都爱申请做会员讲嘛。去年虽然人伫会场，但是唔敢讲，我唔知伊当时考虑是安怎。所以都有发言，就有无发言嘛。台湾的议题。颠倒无法度出声。今年虽然咱的部长去到遐无法度进迄个会场，但是咱人即个其他国家，包括美国，即个主要国家的部长，咱是做双边的会谈，还是多边会谈嘛？部长对部长，国家对国家，即、这个意义无同哦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是香港啊，是澳门的特区，诶，伊个官员去，你有法度人？其他美国的部长在那做这个双边会谈嘛，当然是北京代表嘛，他有可能是香港还是澳门的代表呢。所以今仔日咱人其他国家在这个国际会议、国际场合来做一个活动的时阵，其实这个背后所代表，就是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咱的这种的国际空间，对这会当来凸显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咱来到现场发言最重要？包括争取到这些对咱优先的国际组织，像讲世界医师会、世界医师会，
WMA， 这是对台湾最优先的。迄当时中国内底要甲恁创空，叫咱就爱改名，袂当叫台湾，即、這个用台湾的名加入世界艺术会。这艺术会内底，其他国家是帮台湾咧发声呢。最后大会甲中国好管嘛，维持着一台湾的名称伫即个世界艺术会内底。所以真正咱对家己要有信心，伫国际上有真侪是挺台湾。会来支持到这种的价值、人权、理念，吼、哦，这种的优先的这团体个声音，咱来一个联合起来，包括咱的邦交国、非邦交国，啊，个这 NGO 的组织，一初步成功无要紧啊，每年过来扩关嘛，后年过来拼嘛，一年过一年，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做观察员，拼六十几年啊。才成功啊！所以台湾人民无这种放弃的这个理由啦。安尼来做，行出自己的台湾路，亲像陈总统伫这个五一九参会，虽然无法度亲自致辞，但是用录音的方式来这个，把这种的哦本来的致谢词哦用影片来播放嘛。陈总统最后伊的结论就是在讲，咱来思考。台湾人民来思考，为着咱的这个国家也好，为着台湾人的前途也好，爱行出自己的台湾路啦。台湾人爱行出自己的路。你讲要一起远冲，有法度中国因为安尼就满足吗？你讲台湾被委屈、委曲求全，接受这种的屈辱，啊，就有法度来换什么的代价？有法度来换到什么空间吗？马英九上听话啊，马英九做牛仔仔啊，做儿皇帝啊，各项事事项人听北京的啊。人习近平在新加坡在会面的时阵，哪像人的细汉呢？对头到尾，伊敢讲到台湾吗？还是讲因的中华民国？伊不是上爱讲中华民国吗？中华民国吗？在习近平的面头前。太唔敢起称半句啊，讲半字嘛唔敢讲啦，卖讲四字中华民国啦。啊，所以这种的来安尼背书，甲家己作践，来出卖着家己的国家主权，伊换着啥物啊？马英九换着啥？你讲来签咩的？做恶法啊？签啥物的？这种的协议是甲台湾的经济害甲愈来愈凄惨俩嘛？所以你看，即卖你讲个这股票虽然着这啊，即、這个起价要一万点，但是多数的这人民并没有受到好处嘛。包括咱的实际薪资倒退愈到即个十几当前的，这最新的新闻大家报出来啊。啊，所以你即个低薪化、低薪，啊，搁来即种的高房价、厝价搁悬啦，物价价搁悬，台湾人的生活是足艰苦的。啊，这一个上大的凶手，最大的原因就是马英九这八年所造成的这种的后遗症啊。说蔡英文总统的大头都重啊，这个五二空足济在机关拢做民调，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公布，蔡总统的这个分数不及格，52分嘛，照着咱啊，你这个做学校咧拍分数，教授咧拍分数，那有超过50分。当然无六十分是无及格啦，但50到60，哦，迄毋是讲适当是活当，就是讲可能会当补课安尼。所以对着蔡英文总统，台湾人民阁互伊补课的机会，愿意阁互伊时间阁加鼓励。之中我感觉应该安尼，因为真侪改革的工作都在进行中啦。啊，这当然目标大家拢一致，但是迄个方法还是过程，哦，安怎会当阁较周全啊好？还是讲去较细腻化也好，这大家也当来思考，迄毋是死罪啦。所以这个是虽然52分无及格，哦，这个对着即卖新政府来讲，哦，还是讲这个满意度虽然也无到30%，但是无要紧，用真是大，这个继续会当来坚持，继续来做。所以即届的这个 WHA 问题处理，我就感觉讲比去年安尼就对啦。去年你继续一起严重，
对台湾无帮忙啦。即卖未输，那像危机，但是颠倒安尼，互中国的即个阴谋，怎啊规个公开出来嘛？中国伊写批予全世界在代表啊，讲台湾的当期是因为一个中国一中模式啊，安尼嘛好啊，安尼有大家知影讲台湾咱无接受这嘛，即、這个部分咱无法度接受啊，台湾的民意嘛无法度接受嘛，无想到是76%、77%的民意赞成用台湾的名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做一个会员国，所以即个是咱的目标，政府经过接触。啊！希望讲会当真正积极重视这个问题。你这里包括你，甚至你总统府的展处、国安会的展处，都爱有一个工作小组、一个工作团、工作团专门咧负责这个工作。这不是打一年嘛？每一年的五月份咧交规，今年的工作，那收缩了明年，就爱拼明年的呢。今年就爱拼明年呢，明年就爱去拼后年啊。经过安尼拍拼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亲像咱的这些啊立委也是官员到伊个现场啦，讲希望有一天，咱的会场内底，你这个会场内底有咱的位就对，有咱的席次嘛。而且迄个牌仔顶悬，唔是写中华台北，更加唔是像马英九接受的中国台湾省啊，是写咱的国名叫台湾嘛，是台湾写的顶悬。安尼的时阵，咱坐伫遐唔太有意义啊！你咧人香港、澳门同款，用迄种的，即种伫北京之下、一中之下，你坐伫遐嘛无较怎啊？你这是颠倒咧出卖家己的国家尔嘛？所以就爱争取甲用台湾正式来入面这个组织，包括联合国，包括其他，好、哦，这是咱的目标。来，听众朋友，咱即卖先甲听一个工商。啊，对着咱遮个产品哦，相关的遮个资讯，然后任何的问题，你甲卡平台转线。若要订会注文，也是卡一支电话，0776180075，0776180075吼。啊，这拢有专人甲你接听。来，咱即个先甲听一下，等一下再倒来咱的节目现场，多谢。现在是广告的时间，由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品质优良，会当照顾咱的身体好产品，正常 Q10、正常深海鱼油、和平乌江鸡、加新鲜地鸡精，这四味效果拢无同款，会当照着咱个人无同款的需要来做选择，和听众朋友全身躯上完整的补充甲保养，之中非常有信心，也真放心来推荐给乡亲士代。做一个电台节目实在是不简单，其中除了要认真做功课，每一天来主持以外，最重要是讲安怎用最好的产品来推荐给听众朋友。其中最要紧的就是讲对着听众朋友的身体是有好处、有效果，会当安心来服用为原则。对原料的来源，就要挑选最好的产地、最好的成分，制作的过程每一步嘛要做认真。用上严格标准来把关，俗语咧讲一分钱一分货，好的品质成本自然较悬。但是咱袂当为着甲人去拼价格、拼粗俗，啊，煞来牺牲着咱的标准甲品质，这是对中我的坚持。亲像咧有害咱家己的是大人同款，亲像咱一边一国的精神，对着听众朋友的健康，一步都袂当来退让。正常酒品，我了对日本进口。各独家添加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会当增加血球健康维生素 E， 和身体吸收更加完全。一罐食两个月2800元，正常的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，品质是一等一的深海鱼来制作的深海鱼油，成分上纯，浓度上高，一罐食两个月只要2200元。啊，各家乡镇与农委会来合作的和平牛樟脂，是用规粒的牛樟脂基洗体来提炼，效果当然是比一般一种昆洗体佫较好。因为基洗体提炼才有上完整的三铁类营养素，一罐3500元。这三项的产品，即卖若买一罐，都会送你一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加送一罐。那平均测每一罐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。
亲戚朋友小酒来买，买愈多是心愈自豪，最后是咱的大人囡仔拢会当来啉。市场冠军的新鲜地鸡精，17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，用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，非常方便。芳醇佮刷脆的新鲜地鸡精，一组30包5400块。以上四样的产品，用心来制作，特地你来信赖。因为广告时间有限，无法多详细说明。若有需要，也是要来做询问，请卡服务平台专线0776180075。0776180075，拢有专人服务接听，拜托，感谢努力。拜托，感谢努力，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。即卖倒来咱一边一国，咱的节目的现场。来，即卖刷落加关心吼，啊，这是有关着特赦阿扁总统啊，特赦陈总统的一个消息。在台南市长罗清德先公开表示，哦，其实罗市长嘛，毋是第一次来做表达啦。过去捌讲过，哦，只是讲这一两天上新，哦，罗市长咧讲的是讲，陈总统并无受到公平审判，哦，包括特征组用这种的办案，哦，这个显然是政治办案啦，哦，这也毋免阁加讲啦，吼、哦，违法官啦、违法的、危险的，吼、哦，而且。阿扁总统受这个乌罗鼻开已经是6年的时间，身体也真大的这个问题，所以伊来呼吁着蔡政府、蔡总统，哦，依照这个总统的哦这种的宪法和总统的特权，就是这个特色哦，陈总统的这个代志。同款高雄市长陈菊，哦，陈市长花马菊姐，啊，去有记者媒体来问到这个问题，包括李议会的。这个答询吼，啊，议员咧质询，但叫市长伊再一次咧强调，伊讲伊来支持特赦陈前总统这个立场，一点啊都无改变，吼、哦，这个立场无改变，因为但叫市长过去嘛捌公开来这个呼吁过，伊也相信讲蔡政府、新政府会发挥这个智慧，伫适当的这个时机来特赦陈总统。但叫市长去年的议会就公开控过，今仔日接受访问再度来宣誓，哦，再度宣誓，伊的立场无改变。所以包括着会当讲咱即卖民调吼，也是讲伫民间的声望，这两位大市长拢上悬的。哦，迄一天即个地库啊，公布着即种的政治人物的好感度、好感度啦。但叫市长第一名，罗清德市长第二名，拢是悬吼，伊都拢70-80%。所以大家上敬重的这两位，会当讲6都的市长公开站出来的讲话，其中我相信讲对着政府来讲，啊，有相当的一个民意的参考啦。哦，对台南市啊，这个民意的这种的角度，对高雄市民意的角度，佮包括着柯P郭文德市长，媒体咧甲问伊嘛讲。伊讲咱著爱面对问题，才有法度解决问题。啊，比总统的问题、比案的问题，确确实实爱来面对，而且爱解决啦。伊讲恁若无解决，吼、哦，当然可能是啊一种的有伊的即个困难，啊是讲有伊的难题来得。但是郭文德市长所讲有道理，伊讲你无甲解决，你毋敢要有问题解决掉咧。哦，就是讲咱人著爱解决问题啊。唔是有问题，甲咱解决。好、哦，你今仔未输，怎啊拖你遐、黑你遐，还是讲安尼颠条的？哦，安尼锁啊、白白的颠你遐，实在唔是方法啦，真正唔是方法。啊，这个总统府我有看到回应，哦，发言人伊在讲，伊讲啊，唔通你这个问题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你特赦陈总统这个问题，和、哦、这个社会人民来持续的对立。哦，伊讲现阶段上重要是来照顾着陈总统的这个健康啊，和伊的身体吼、哦，啊，看会当慢慢啊恢复等等。这是我看到总统府发言人来针对着这个赖市长、陈市长吼，也、哦、是讲大家在民意的声音所做的回应啦。用这时段，咱会当来想吼、哦，你这个社会个这讲对立啦。根据着民调，
会显示46%吼将近要半数，认为讲备案的过程是不公平，就是这个审判是不公平。差不多有35%吼，诶，这个民意认为讲这就是100%的政治迫害，哦，这是讲到足坚决咯，35%讲政治迫害啦。啊，这个46%讲啊，这个规个过程都不公平、不公不义啊。所以用真是大，这个不是讲啊，即卖卖讲这个问题，啊，都讲健康就好，讲人权就好，啊，这个怎啊个问题黑里遐，啊是讲慢慢啊拖吼。安尼社会就袂对立。今仔日这个代志无处理，离社会上继续对立啊！因为一定有支持，就爱平反阿扁总统的这些民众用真是大，啊，人这些国民党的这不是嘛是跟对立吗？啊，所以你讲甲拖掉的，继续拖延落，啊，不是在对立。所以这个副的发言人在讲，啊，卖对立，哦，啊，咱就卖讲这个问题。老实讲，你这种的逻辑顶关是未通呢。这种我想未通，因为你无处理嘛是会对立呢。啊，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议题，对一个是讲100%的民意，拢一定大家拢甲你赞成。你今改革嘛无可能100%，哎，军工交易既得利益者唯一的反对嘛。司法改革唯一这个会侵犯到伊这种的利益，伊嘛反对啊。哦，也是讲伊这个违法官、检察官，伊也变作被改革的、被改革对象，伊卖反弹呢？你讲甲这个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减少，啊，伊那现主席，伊伫遐咧做法官，伊卖反弹，伊卖不满，所以他有可能任何一个议题，是伊将100%拢赞成的，讲到爱100%有共识，大家拢也双手赞成，安尼才会当做。那讲安尼的时阵，无任何代志会做尽，一定拢有正面、反面的意见，有正反面，有赞成，有无赞成，爱无要紧。做领导者，伊就是爱来知影讲这个问题出得对。那讲你认为讲安尼做是对的，咱就是坚持去做。有反对的声音，大家来沟通；有反对的声音，来说明我听。伊若听会落，安尼真好。伊若讲伊都一笑迎台的。你伫遐通牌，你去安怎甲讲甲即个天荒地老？伊嘛无接受讲陈总统即个是政治案件，伊都硬要讲你这是有罪有贪污的啊！啊，伊都硬要讲马英九是无辜的。哦，啊，伊将你叫要人伊在遐了咱的讲的吗？你有嘴讲甲无烂嘛，同款啊！所以这种你讲要啊，100%拢会赞成啦，才会当来做啦，还是讲这个唔通对立，爱有共识？为当听起来变一个借口呢，真正变一个借口。亲像赖清德市长、当局市长，哦，你来呼吁的，这为当就爱有一个地位，嘛爱一个坚持、甲勇气啦。包括着尤锡坤、郑个英正义长，伊今仔公开伫伊个脸书，其实伊讲另外一句话，陈伟就咧讲啊啦。伊讲这个陈总统即卖判有罪，去用判有罪叫做龙潭案啦、龙潭案啦，其他那毋是判无罪啦，啊，即卖做。啊，因为迄个停止审判怎黑里遐啦？尤锡坤一定要讲，这个龙潭案你判陈总统有罪，真正有够好笑呢！你用实际应用来个判11年多刑，伊讲伊当时伊是行政院长嘛，尤锡坤做行政院长做3年多，伊讲这个龙潭案内底这个科学园区，迄、那个公文是伊签的呢。根据着咱的宪法，行政院长是国家最高层的这个行政首长嘛。哦，照咱的宪法，行政院长是最高行政首长，不是总统哦。所以你看咱的这个内阁行政会议是行政院长来主持啊，不是总统来主持。啊，所以这个龙潭案实际来批公文的来核准的，是尤锡坤院长，不是陈总统啊。所以尤院长伊公开的台顶为阿扁总统抱不平，伊讲。啊！你所有的这些公文拢伊签的，纸头无名，纸尾无名，结果最后判刑的是陈总统。啊，那真正要讲，这有影响力，安尼尤锡坤来先判刑啊！尤锡坤伊就讲，哎，伊爱先判刑啊！唔，就两个做伙判。伊讲真的根本就违反着这种的基本道理嘛。而且你讲，这是一个影响力，你若讲
陈总统有去甲应用，哦，甲尤锡坤叫来，讲你这着安怎甲办，你这着安怎甲处理，你这着照我的交代，用伊的应用力去来左右着这个案件。你若讲安尼来判，无得甲阁有理呢。但是由于钓伊公开讲的，包括你犯伊作证，那讲白贼话是伪证呢，爱判七当的呢。由于钓伊法庭上讲甲一清二楚啊，讲对头到尾。对头到尾，这个案件陈总统并无甲讲半句话，嘛无交代任何一个代志。这个龙潭案对头到尾，行政院咧处理的，结果蔡秀文同款，才会对着陈总统有利的，才会造成的，才会证实全部推翻嘛，伊全部都无要采纳嘛，最后嘛是甲你判有罪啊。所以有院长今日公开咧讲。哦，不只讲话人讲啊，特赦平反，就爱徛伫个做化解着政治的对立啦，社会和谐，这当然拢是理由之一啦。啊，是包括尤云龙教授咧讲的，蔡总统爱徛伫总统的官道，徛伫历史的官道，用历史的眼光来化解这个政治对抗，来这种的看会当达成着社会各阵营，或者不共党派，大家一个和谐和谐。这当然拢是好的理由，但是咱今仔要问的，就亲像尤锡坤议长，大家所尊敬的水牛伯咧讲的，这个案件回到原点，这个案件的本身，你敢讲无问题吗？你搁遐通牌遐啦，你遐节目顶悬咧讲遐正暗的话啦，你家己问你的良心，这个案件对头到尾，你敢讲无问题吗？你敢否认讲这毋是政治案件？无任何一个政治咱的介入，你敢讲这种话吗？若敢讲，真正唔通做啊落雨，若咧等雷，会去哦，即个雷公哦，真正甲你，真正有报应啦。所以这个案件本身的问题遮大，啊，佮无要处理的时阵，无要来平反的时阵，事界国事会议即卖要开啊嘛，先排除讲边也袂讨论一下。啊，我唔知影讲一个上注目的、上代表性的冤枉的案、冤案不公不义的而且放伫面头前，啊，你这个无先甲处理的时阵，司法改革是要改啥物啦？冤枉的案件都无法度甲消毒的时阵，台湾的司法改革目的是啥？八成的民众无信心吗？因为司法互人大家感觉无公平嘛。司法哦，大家敢讲是马英九咧控制啊，是国民党反而是伊开的啊，实在咧周转的啊，哪个就判无罪，另个就爱撇开啊。啊，你今仔若要解决这個，要甲扭转这个印象，要来恢复着台湾人民的信心的时阵，你唔就爱对这个所在去处理啊。啊，结果上代表性的弊案，上排除掉、上剁掉、上切掉，这个唔当讨论啊。真若讨论落，安怎拄安怎？啊，那安尼，我请问讲，啊，司改会是要改安怎？要改什么物件？啊，无怪讲六成几个民众啦，即卖国事会议还袂开啦，就已经失望啊嘛。啊，你想讲开了会怎变有希望少？即卖就已经绝望啊啦，不止失望是绝望啦，绝望啊！啊，这场会议都还袂开，就已经绝望。啊，这毋着真正开就无采工的着。所以为哪感觉吼，愈讲是愈厌气啦。这本来是一个对着咱的这种的司法，要来甲伊这个救台湾司法，非常好的机会，非常好的一个啊，这种的开始。结果武家今仔日，武家大家都唔知咧开啥，啊，大家所要伊的希望看到，希望听到，希望会当来检讨。我唔敢讲一定结论安怎，但是想要提出来讨论吧。就亲像咱台湾要参与着 WHA， 咱嘛得甲提案，经过辩论，虽然无都摆入去议程嘛无要紧啊，上无有提案，有辩论，有国际听到声音嘛。啊，同款的道理啊，辩论的过程，遮侪问题，每一个拢是人世界议题，是息息相关的，包括像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啦，啊，即、這个法官的即种的法定的原则。无罪推定的原则是毋是检察官有这种用压人取供的去共强压啦，
去讲这种应用着其他的证人，是不是安尼用这个啊？这个最高法院发明着这种实际应用力，用政治力的介入来判罪，每一项议题拢会当写一篇呢？真正拢是世界重要的议题伫遮，结果遮的全部拢起起来，拢唔当讨论，啊无怪无人知影咧开啥啦。来，永进是大咱即卖先进一个广告，但是等下咱的现场可以电话，后咱赶快开放哦，761-8018，听众朋友若要可以吼，你也当做准备，07-761-8018，多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在中要甲乡亲时代介绍 Q10 甲牛樟脂。Q10 是咱体内重要的营养素，帮助来制造产生能量的这个来源。咱身体器官甲细胞拢需要充分的能量，才有法度来维持上好的这个运作。而且 Q10 有抗氧化的作用，会当减少会引起咱慢性的疾病以及衰老的自由基的产生。所以咱体内 Q1020岁了就会慢慢减少，到50岁的时阵差不多剩50%，年纪愈大减少的速度会愈紧哦。而且因为环境的污染，一寡只的毒素，也是讲食薰等等只因素会来衰退，所以补充 Q10 是非常的重要，会当帮助细胞产生充分的能量，以及身体健康。再来要讲牛樟脂。牛樟脂的这么珍贵，就是因为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这种原生的牛樟，是国家第一级国宝级的保护的这种的树种。亲像灵芝，最重要是要吃它的成分，就是三铁类。咱台湾的牛樟脂不只有三铁类，还有200几种丰富的三铁类，200几种成分和含量都是比例上高，才会这么珍贵。市面上卖根本不是牛樟的菇，是摕别种树木的菇来卖，所以咱乡亲是大买卖。你的目睭爱白哦金哦，撇免着开大钱，但是无任何效果。在中立这个广告的时间，介绍这四项产品：正成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一罐2800块，会当食2个月；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，一罐3500块。另外，阁有大家所知影进口的深海鱼油，甲纯天然的低基金、低加精，原料对北澳挪威进口的正成高单位深海鱼油，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， 是高单位的深海鱼油，不是普通的鱼油，一罐2200块，会当吃2个月。纯天然的新鲜低加精，有17种的氨基酸、胶原蛋白质、天然的牛磺酸，好吸收，经过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的技术，会当常温来保存，唔免冷冻，做方便。每一滴都是芳醇，佮刷嘴，一组30包，5400块。以上四样产品效果拢无同款，有欠用，卡一个联合服务专线：07-761-8075，07-761-8075，07-761-8075。拜一到拜五，上午9点到下晡的6点，拢有专人服务接听。感恩努力。多谢咱全国乡亲，咱这个工商服务的专线吼，服务平台，这个咱伫咱上班时间，拢有专人甲你来做服务，07-761-8075吼，拢非常的专业啊，服务啊足亲切啊，唔通客气哦吼，你任何的问题拢甲敲一个电话，对，早时9点到暗时的6点吼，啊，坐人的船，爱人的船走。哦，在中咱一边主持节目，我那是感谢着厂商非常温暖、有情有义的这个支持，哦，给咱来赞助，啊，才有法度持续的空中的发声。所以咱乡亲时段若有欠用，哦，啊，拜托你甲教官按来一下，来可以电话开放中07-761-8078吼，07-761-8018。在咱接过应前，咱赶快来个关心着这个啊，台联的这个前的立委吼林世嘉，或者是一届联名的执行长啊，即处伫咱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参与这个议题吼，伊伫报纸发表文章，因为这个林立委去年伫中华的现场咧声援
哦，伊这是当年拢参加的啦，都差不多一二十几年以来啦吼、哦，这部一二十年啊，哦，因的部这个四位以这部一二十年，特别伊的这个文章内底咧讲，讲虽然这届大案是空前吼上严重的，但是伊感觉讲这嘛是一个机会呢，好、哦，甲台湾。顶有是袂输，甲你逼到迄个壁边啦，吼，逼到墙角。你这种的逆境内底，颠倒会当有这种走出一条新的路，吼，逆境开花。伊这个内底有一段真重要，吼，伫中我讲予大家听。其实你联合国，也是讲其他这国际组织，吼，因的内部并无啥物叫做一中政策。这个中国一再在讲哦，做一个2758号的决议文，然后就是讲2758号决议。其实这个决议文，迄当时是咧解决掉中国代表权嘛。简单讲就是蒋介石迄当时，蒋介石的政权，人毛泽东的政权，在国际上咧来竞争掉中国代表权嘛。到底是蒋介石代表掉这个中国，这个中国，还是北京代表掉？这个中国，经过20几年互相在竞争，最后在联合国这个战场内底，2758号的决议文，来甲蒋介石排除掉嘛，和这个北京政府是全世界代表，这个中国唯一合法的这个政府，啊，所以同时有咱的这讲双重代表权，啊，是讲一中一台，一中一台，同时就发出来呢，意思是讲啊，你到北京。来代表这个中国，哦，啊，你这个台湾这边哦，恁这个台澎金马，无你用台湾继续留在联合国内底嘛？而这一中一台啊，还是讲伊当时讲的两个中国，两个代表权的问题。但是蒋介石无同意，讲个这汉贼不两立啊，伊讲啦，有你就无我，有我就无你，所以伊怎啊宣布着退出联合国嘛？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应用到今仔日，啊，退出了就无法度加入吧。啊，即卖中国愈来愈强了，伊的这个打压当然愈来愈严重。所以，伫2007年，伊当时陈总统来正式用总统的身份申请来加入联合国，写配合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嘛。伊当时这个潘基文伊来回文吼，用2758号的决议文。这个是错误的，尾啊受到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日本、澳洲这国家的抗议，联合国的秘书长来承认着讲，伊这个是讲唔对，引用错误，哦，公开来回失礼，所以这个表示讲，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，并无受到这个2758号这个决议来给你束缚掉的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伊的2758。是来解决掉这个中国代表权，但是并不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。现在北京是四家给咧讲这個，咱政府爱有所回应，啊，无真正吼、哦，人讲鸡飞城市，你即马讲一个怎啊有影起来呢？本质是无理的，讲一个有影起来，因为伊北京伫国际上伊的声音较大嘛，啊，台湾点点出声，外国人无了解啊。这个2758并不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，你个美国、日本嘛无接受这啊，因为这嘛对着因，包括伊的国家利益、国际利益是完全是无符合的嘛。所以伫这种的情形下，咱台湾爱加强咱的国际宣传。你就是伫这个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这个部分爱来加强论述。最近啊，接受到真多。对海外回来这些、啊、海外台湾人，有美国、有日本、加拿大，都有澳洲的，来自不同款的国家、不同款的区域，但是地中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大家人的心声的反应就是讲，你外国，这个台湾就是台湾，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呢，台湾是咱自己的台湾啊，但是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代志。但是你这个外国人为因的认知内底，因搞不懂呢。伊啥无账呢？伊想讲你这台湾是中国一带伊的台湾啊，你唔通想讲大家拢知影。所以你这个部分，咱来继续
来加强着这方面的国际这种的宣传，好，咱的立场爱当坚持掉的。所谓什么陈总统咧画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这不是阿伯画的呢，用真是大。为着这八字是坐乌了，到今仔3107天，唔知阁爱偌久呢？即卖虽然北外就伊同款嘛是乌了中啊，啊无太舒舒行行安尼甲你牵这条的，讲要讲一个感谢的话，就要有录影的啦。啊，这就继续乌了状态啊，黑老中啊，虽然是北外就伊嘛是乌了中啊，为着这个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八字付出的代价这么大，但是为什么要强调这八字？你对这些包括你海外台湾人这共同的反应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多重要。你没有大家知道说一边一国的时候真的不了解，不了解之下，你说你要怎么开创到国际空间，要怎么开创到台湾要来参加国际组织，你就同一国的，你就加入中国的地就好了，他就有你的空间了。所以这个是连带性的呢，你这个一边一国的这种的，你的地位无先确定的时阵，你后边拢免讲啊嘛，你去用打嘛打，这个是有哪是哦，去用拍爽的嘛，去用北京拍爽的你，国际上要替你发声嘛无法度，这个人不是台湾自己提案，美国、日本、澳洲、德国要哪替你发言？去年有替你发言吗？去年在中华的会场。去年这些包括美国在内国家有替台湾发言吗？你也不能怪人呢，因为你台湾自己就没提案啊，你自己就要默认到一种模式啊，人家来替你发言啊，你自己的国家你就不要主张啊，谁要人来替你主张？所以今年是蔡政府实在到最后才打出这步，本来还在等一张，最后就确定一张没了才打出这步，但是有哪是这个啦，有时未晚啦，我那是我那是来得及，我那个会赴啦。希望讲明年以后唔通个不济啊啦，咱就是行家己的台湾路，安尼就对了。来，今麦最后一波的工商，咱甲听一下。哦啊，等一下回来现场，等下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中要跟乡亲时代介绍深海鱼油和地鸡精。深海鱼油主要的成分里面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， 这些元素是我们的身体无法度自己产生，但是又非常重要的元素，所以大家可以靠着外部来做服用来做补充。深海鱼油就是最好的来源，比一般的鱼油也是其他油脂类的产品效果更加好，吸收更加完全，可以维护我们身体循环系统的健康，让你身体机能活跳跳。但是深海鱼油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原料产地，海水是不是有清气，没受到污染，一定要挑选经过检验值得信任的产品。咱再来说地鸡精，其实就是传统咱所在说的整只鸡仔起来炖来滴啊来做提炼，让大家生产了的富人家做月来，也是手术后来疼身体来所来炖，营养的价值非常高，现在老大人小朋友拼事业的少年家大家也都会当炖，但是自己买土鸡仔来滴要开6点钟以上，上起码足够工地鸡精来这里营养，主要是它的成分足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、天然牛磺酸，这些身体所需要营养素，对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来讲是方便佮有效的补充品，亲像家己伫厝内咧炖鸡汤同款，非常芳醇佮好啉，啊佮足方便啦。伫中哩即个广告的时间介绍四项产品，对着制作的过程、原料来源拢非常用心把关，希望推荐上好的，好听众朋友会当安心吃，长期来吃。啊，像即个正成高单位深海鱼油，原料对水质上清气的北欧挪威来进口。经过严格检验，一罐吃2个月，只要2200元。纯天然的新鲜地鸡精，17种的氨基酸、胶原蛋白质、天然牛磺酸，成分加伊的含量，拢是同这类的产品内底是 No.1 的冠军。一盒30包5400元，还有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成 Q10， 甲台湾国宝和平牛樟脂。正常的 Q10 会当补充身体细胞所流失 Q10 这个重要的成分，而且佮独家添加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
可以增加皮肤和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， 可以让你的身体健康青春和美丽，一罐吃两个月2800元。好评牛樟脂，用规粒的牛樟脂的脂肪体来做提炼，效果比一般昆西体更加好，而且是人行政与农委会所合作，有国家专利技术的保障，一罐3500元。以上四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，若有欠用也是任何的问题，拢会当卡咱联合服务专线：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0776180075。拜一到拜六，上午9点到下晡6点，拢有专人甲你做服务接听，拜托，感谢。多谢咱空中的朋友啊，继续是咱一边一国吼啊，咱的节目最后剩一分钟的时间，之中我来做一个结论啊。延续着较早我来讲的林世嘉经理为一篇文章吼、因为一届联名登记伫台湾咧参与着，包括一个世卫吼 WHO、WHA， 因有正登记的经验，所以咱一定要加强着咱的国家立场的这个论述。国家立场的论述，无你拿和中国底下啊，拢伊的声音哦，因为你嘛袂当讲啊，人啥物外国其他国家伊即个搞不清楚，因为拢听到北京的声音嘛。啊，马英九当即接受九二共识，其实一中共识，这对着咱的影响是足大呢。真正这是台湾人拢会叫马英九带衰掉啊！你若一旦即种一中模式来确定的时阵，真正咱。以后什么路都不用走、所以台湾是真打拼、而且咱的医疗尤其医疗这块是真有咱的成绩，但是国家立场论述比总统在强调的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、这个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、这个是很重要。来，今天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、多谢你的收听，后回空中再会，谢谢。